今日份的午餐长这样，这个鸭腿真的特别特别好吃，它很焦很脆的那种。现在先去洗个头，因为一会儿要出门吃好吃的。这个头发是不是看着挺油的？最近我在用这款之眼角蛋白洗发水哦，因为洗发水这玩意儿是得经常换的嘛。然后最近几次用这个，我就是感觉效果还挺不错的。这个是秋冬新推出的，它里面添加了水解角蛋白、水解蚕丝还有次大甘树人油三大成分，质地是乳白色的啫喱质地，闻起来是那种很温柔，像洗发店的香味儿。洗完很柔顺，然后特别香。我的头发状态是属于那种比较健康的，用着感觉还挺不错的，主要是真的很喜欢它这个香味儿。后面就出门找阿美玩了。你看柳山美整个都变漂亮了，是不是超漂亮了？现在柳山美给我的奶茶第一口，先干杯吗？真好看，阿美，给你喝。怎么你想喝胶杯啊？怎么样？好苦。跟阿美来夹娃娃，你想要吗？我们今天能夹几个？好 ，OK， 看看。给我抓娃娃，娃娃紫色的，夹到一个，这个还挺可爱的，夹一两个，夹了一兜子。这个娃娃机比较松，50块钱夹了五个，然后来到一家很好看的服装店，打算去买几件旅行的时候穿。你先试一下，试试。这个系列好像全部都是有娃娃的。原生，是原生，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原生。哇哦，电光刺骨，我买了好多，要吗？我头发没有这么多。好可爱。你看这个包包，这个包包129，才少一点点，但就一点点，哇，好夸张啊。多少钱？180。哇哦，过年喽。好可爱，我喜欢这种小戒指，39.9，夸张了，夸张了，就这样，19.9，我也觉得19.9可以拿下，好可爱，健身吗？刘三美，健身，它这是亮灯吗？哪个？你按一下，应该有开关吧？如果我2岁我会喜欢，但我现在已经，大学生应该会喜欢，你看拍照。你来，好了，好吃的红梅肠，好看的阿美肠。这个上来的时候，里面又脆又热，特别好吃。我俩点的是自助，然后真的点了很多样东西。这家店品控可好，就是做的都很好吃，蛋蛋糕巨解腻，还有蛋挞。回家喽，吃饱了，舍不得阿美，美好的一天结束喽。